Hello， 我这边呢有一副牌，它这里呢有 A 到 K， 我已经把它排列好了。A 到 K，A 到 K， 梅花、爱心的，所有的 A 到 K 都在这里。好，那请你来帮我伸出一只手指头。好，在我这样摊开来的时候，随便认别一张，随便哦，真的随便。那我随便哦，这 J 吗 ？Q 还是 Q？Q 不要换。我不想换。Q 吗？对，好，把 Q 放上来。把你选的 Q 呢往上移，好，把 Q 拿出来，并且呢放在桌子上。这个位置，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小鬼，有没有发现？对。其实呢，我已经养了它三年，为什么呢？我先让它看一下你选的牌，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哦，它看到了，为什么它看到了呢？仔细看，这个小鬼开始，哎，动了哎，从帽子呢拿出了一张牌来，拿出的牌就是你所选的，哎，怎么可能？红心 Q， 应该是跳不掉的，画在上面的。太扯了。